好，同学，我们就开始上课了。来，同学可以把麦关掉，先让师傅进行复述了。好，来，同学，我们看一看了哈。那目前呢，哈，我们是在第二章的部分。那么在第二章里面呢，是属于心所之概要。那我们有52心所里面呢有13通一切心所，那就是欺骗跟六杂，过14不善心所。25美心所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心所相应理跟心所摄理。那同学啊，基本上啊，尤其是这个 part 哈，就是这个13通、25不善和美心所，基本上啊，是运用心程度最高的部分哈。以前师父啊，在推广社论呢，一般上啊，都会包装成佛教心理学哦，会吸引到很多人来哈。那么呢，都会抽那些比较可以感觉得到，然后大家普遍上认识的一些心所来谈呢、啊，这样了。那么呢，这次师父会把就是说白法明门论呢、啊，就唯识啊，跟这一个做比对，就是它缺乏的部分，我会把它补进来了。那同学基本上就不进行太多，不会说因为比较之后去做学术探讨就不这样，就是没有的那一个，我们把它补进来。主要还是作为自我审查的用途了，好，这样的话比较有意义了，所以呢，待会就是师傅看情况会给予补进这样子了，好，那么呢，这个白法其实啊，它跟萨阿毗昙心论还蛮靠近下的，好，还记得吗？萨阿毗昙心论跟我们的萨阿毗昙悖论两个 level 是差不多，都是啊从大部头 summarize 过来的。然后呢，所以呢，我又去稍微比来，哎，原来白法跟他们靠近，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啊，有部啊，这一个萨阿毗昙心论呢，应该过后啊有影响到啊后来的唯识了啊。其实唯识本来啊，就是瑜伽师地论都是他们前身，就是跟有部有关的啊。所以同学看到吗？啊，当我们了解历史啊各方面，发现很多东西息息相关的这样子啊。好，那我们看一看呢，在上一堂课啊，就开始进入它的内文了的了哈。那上堂课有提到所谓的于心同时一同灭，然后呢就是所缘一处皆相同这样子哈。所以呢我们就会解释哈，这个呢心跟心所的关系是为什么要用同生同灭、同一目标跟同一处？为什么要讲同生同灭呢？原因是因为啊，心生跟业生是也是同生同灭，所以不足够的。那必须要加多一个统一目标，OK？什么缘故呢？原因是因为啊，设法是完全不能够缘取目标，所以呢，你缘取同个目标就可以把设法摒除掉了，就是这个身表跟语表可以把它摒除掉因为身表语表也是同生同灭的到最后呢，就是提到统一一处了，那意思就是说，心跟心所两个都一起生一起灭的，那么无色界没有一处，他们就两个也同时没有出，就他们两个就没有，没有那个一处的话呢，他们两个也是同时在没有一处的地方可以存在得到的。那么欲界跟色界是有一处，那他们两个也会一起同时出现在一处那一边。好，那上一堂课我们有开始就读到这个欺骗六杂之类来，同学，在开始之前呢，虽然你的大脑还清醒要同学做一点点的背诵好，来，同学，请你就是背诵这个十三通一切心所，然后呢就是七篇 OK，我看这样子来有请就是我看一下先OK，请 UD 开麦OK 那么其他的人是关着麦，然后呢跟着一起读好是这样的，这个五十心所分三组，就是13通一切心所，过呢14不善心所，各25美心所。然后呢，大家背过。然后呢，13通是分七篇六杂，然后14不善心所是分四通一切不善心、三贪因、四嗔因、二有心、一痴因。OK，这是同学也背过。25美心所有分19通一切美心跟三离二无量一无痴。好，我看同学，请你先重复就背这两段先。好，可以开始了。那么你背够了的话呢，
同学，请你表态，我们过半再继续。来，您请。啊，好了，可以 Zoom 表态了。好，一位好了。啊，同学，请你按 Zoom 哈，因为 Zoom 呢会帮我计算总共几个人，那我们过半就继续哈。那么师傅有时 share screen 的时候，我也是看不到你们的啊。秀娟用错了，不要用thumb up， 你要用举手蓝色那个，它才进行计算的。嗯，对了。四个，好的，过半了。来，同学，优弟啊，请你开麦，跟着师傅念口诀哈。那其他同学是关着麦来跟着念的哈。好了，同学看，欺骗一切心所哈。OK， 来 ，OK。欺骗一切心所。OK， 好，好来，他的口诀啊比较容易念，是这样的哈。同学你们留意看呐、啊，作一处受想思，一经心迷命根。作一。处受想思，一境性明命根。第二遍啊，作意处受想思，一境性明命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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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过的六杂哈，寻思喜欲。圣解精进，寻思喜欲圣解精进。第二遍呢、啊？寻思喜欲圣解精进，寻思喜欲圣解精进，寻思喜欲圣解精进，寻思喜欲圣解精进。接下来就是同一切不善，吃无惭无愧掉举，吃无惭无愧掉举，吃无惭无愧掉举，
吃无惭无愧钓举。吃无惭无愧钓举。吃无惭无愧钓举。接下来三个贪音，贪邪见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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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成音，称计千恶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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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昏沉睡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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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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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谢哈。好了，同学，大概就是这样哈。我们的范围今天应该不离开这几个哈。来，同学，为了就是让学习上更有趣，先问几个问题哈。那么看同学对于你在还没有学社论之前呢，对于你的精神状况理解是如何哈？那么呢，老鸟先不回答先哈，因为通常老鸟应该知道答案的哈，那就找新鸟。那么一般上问过了错过了是更记得的。来，第一个问题，我要赚100万，请问这是善心还是不善心？我想要赚100万，请问这是善还是不善？凯森，你觉得这是善还是不善啊？我觉得好像不是善也不是不善。为什么呢？它纯粹就是一个目标的设定啊，没有善恶。我个人的觉得，OK， 这个人觉得这样好。好，来，谁听来感觉是不善的，请举手一下。OK， 文江 ，Yodi。OK， 好，来，文江，什么理由你是觉得不善呢？啊，像有点贪这样。好像有点贪这样，对不对？哈 ，OK， 好的，来 ，OK， 好，那么谁觉得是善的，请举手一下。OK， 细珍三三，好好，细珍，为什么你觉得是善的呢？赚100万，不要再说，这是我自己用我的能力去赚的，我没有偷啊，所以我觉得是善的。那这样的话就变100万了，应该可能500万了。OK， 好的，行啊行啊。这东西你看啊，这问题问了哈，哎，就是些不一样的答案了哈，然后呢，过后发现哎，大家的理由有各自的理由的。好，第二个问题哈，一天我去佛教会，看到很多结缘的书，我每一个全部都把它拉进来带回家去，请问这是贪吗？觉得 OK， 就是拿佛书了哈啊，通通佛书，哇，没有的，全部把它拉回家去哈，哇，觉得很高兴哈。谁觉得是贪的，请举手。可以静怡细珍珊珊收应哈。好，来 ，OK， 珊珊，为什么你觉得是贪呢？我觉得是要的东西是不应该全部一起拿的，可能可以分阶段来拿，就是看完了之后再还，然后再拿这样的。我的看法是这样的。那分阶段来拿，不就分阶段的贪吗？不会啊，这种是一种分享啊，自己要增长知识啊，可以的呀。所以你第一次拿就全部一起拿是贪，但分阶段就不算贪这样。啊，对对对。最简单来讲就是说啊，原来啊，一谈到这个这样的课题哦，我们是莫衷一是的，它的 perception 是很可以很不同的哈。好，所以觉得这不是贪的，请举手一下，不是贪的哈。谁觉得这不是贪的？没有人举手哈。Mandy， 你觉得呢？为什么你不举手 ，Mandy？ 目前是两个问题我都不举手，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抱着什么念头，所以我不要下一个定论是贪还是不贪。哦，这样子，很聪明啊哈。其实不回答最好嘛，这我都还没有读嘛，对不对哈？那不回答就是最好的答案哈。好，可这是两个问题哈。
好，第三个问题哦，开会的时候我坚持我的看法，我觉得应该要开放到场，不应该那么的怕哈。OK 好，好，OK 好，好 OK， 我坚持开放到场，结果我跟人争吵了，有人说我很倔强，有人说我的坚持是倔强，其实这个坚持是你觉得是善还是不善？觉得这个坚持是不善的请举手，开会时都坚持跟人家吵架。 OK， 珊珊、文江， OK， Mandy 举手，燕浩举手， OK， 好好的，好，燕浩，为什么你觉得这是不善？为什么我坚持我的看法是不善呢？可能他有那个 intention 要做一些东西，可是那个慢心还是有在的。 OK， 好，你开始，看来你当然不单纯，已经把很多东西有几个东西带进里面来了，对不对？好， okay， 好， 好，谁觉得是善的，就是坚持是没问题的请举手一下。我是可以坚持的，其实在开会的时候。 OK， 好， 好，然后就是修收尾，你好像没有举手，对不对？ OK， 好，那为什么你不举手？收印啊，啊，你要打中文字啊，我都不能念了哈。嗯，好，你的麦克风测试失败，静云，请回答，为什么你没有举手？我是觉得应该要看他的 intention 是善的还是不善的。OK， 这样跟 Mandy 有点像哦，哈，就是还要看那个心念跟动机哈。OK， 好的。来，再一个问题哈。好，同学，当就是OK 哈，好，有一个小偷经过一番策划，终于成功的在银行拿走了一大笔钱，请问他有没有精进和他有没有精进？一个小偷呢，经过精心的策划，终于把银行的钱拿走了，带走了。请问他有精进在里边吗？觉得有精进的请举手。OK， 一二三四五六。OK， 好，可以请放下。OK， 正阳，为什么你说他有精进呢？哈，我猜测，因为我从心锁里面看，有那个精进是落在十三通一切心锁，所以可能三二里面都有精进的成分在。OK， 我是猜测的，对，就是有看加上推论了哈。对对对，好，好，你可以做私家侦探了，这样厉害哈。OK， 来，再下一个问题哈。好，那这个小偷他有没有一进性呢？他需要一进性来达到整个 planning 把钱偷掉吗？一进性。一个非常高度专注的精神，你觉得有的请举手。 OK， 好，来，静怡，为什么你觉得有嘞？静怡啊，静怡，为什么你觉得有嘞？似乎他一定要有这个 很高的 专注力、才可以达到他的目标嘛。这里的一致性呢，可能不是善，是说一个就是不善的一致性啊。OK， 就是说一致性同善不善。好，来，同学，我们那么多个人回答好，已经开始呼之欲出。来，同学，其实呢，今天你们的回答综合起来，就是今天我们的教学范围，那就是第一呢，其实啊，需要看动机的。刚刚问的问题呢，蛮多其实是模棱两可来的。这个模棱两可，一般上同学。都是在七片六杂里面的心，所以同学基本上啊，待会我们所上的七片六杂，通通都是可以通善和通不善的啊。然后呢，所以就这个缘故，有些同学会觉得，哎，好像不大妥当啊，任何回答不妥当。那么呢，有些同学回答善呢，其实有时候是个人的观感，感觉上是这样。好，来，我们直接就可以进到去今天的范围了。来，同学看一看哈。好，我们在上一堂课里面呢，有定义就通一切心所，所谓的通一切就是与其他共有了哈。那意思就是说，对美心来讲，不美心是其他
对于不美心，美心是其他、哦、好、啊、其实、这个更关键的地方、啊、是来到骗一切心。好，来同学，骗一切心就是、啊、讲、啊、一切心都有，一切心就是指八十九心全部都有。首先第一个呢是处来的，好，来同学，处是什么呢？它主要是接触、哦 okay、第二呢是受，受就是有感受、哦、苦受乐受，不苦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哦、好、啊、同学，大体上啊、哦、相位心起住处你一定要至少把一个背起来才容易让你进行连贯的、哦、那么静音是蛮好用的、哦、好，第三个呢是想，上个堂课有提到想主要就是呢对它下个印记，就好像木匠啊对木材做 labor 这样子了。然后接下来就是思，好，思作用就是累积业、哦、同学看到吗？它是指挥其他相应法执行各自的任务，因为所采取的行动之善恶即决定于思。对，同学，动机是重要的。好，同学，比方说啊，你去到佛教会把所有的书拿回来、哦、要看你的动机。如果你的动机是哎呀老多点书回到来摆着后面好看嘛，对不对、哦啊、那这种是不善的动机来的。那么这个动机会影响到变成这个是不善的。但如果呢你全部书拿回来你真的会把它通通看完的话呢，也可以是善的、啊、如果是单纯我们只这样分析了。那么一样的，你要赚一百万，那又问回你赚一百万来干什么、哦、那如果你赚这一百万呢是提早退休，更多时间可以去密集禅修，这肯定是善呢、啊。嗯，你赚了一百万了、哦啊、过后呢就是拿来做慈善呢，诶，当然是善呢、啊、但是你赚了一百万了、哦啊、希望可以让自己更加的享受，然后呢可以全世界游遍，然后过后可以炫耀，这就肯定是不善了。所以同学，私心所是关键来的，可以了解吗？好，阿信法师，现在一百万不够退休了、哦、啊，对对对，现在要三百万呢、啊，好，哎呀，不止这样子算了，我回到去甘蹦啊，哎呀，人家几十千已经可以退休了啊，哎，我们这边可能又 passive income 还算大堆这样了，好 ，OK， 好，来，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了、啊，好，同学，我们这边还有一静心心所，一静心就是作用是统一相应法了，啊，的确。同学也是看动机决定的，所以呢，一个小偷啊，要成功可以完成偷窃，他要有一静心，一静心是通善跟不善的。那么禅修是需要，那么呢，这一些也是需要的。那么呢，关于啊，就是这个他需不需要精进啊？好，好，下面就有提到，那就是去到杂心所的部分了。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啊。那杂心所谈之前呢、啊，我看一下先哈。好，同学，我们上一堂课啊，好 ，bookmark 在哪里？看一下先，我的 bookmark。好，同学，上一堂课，上一堂课在哪个心所停啊？师傅啊，继续心对吗？啊，看到了了 ，bookmark 这边。好，来，同学，继续下来，我们就往下看明法命根。好，好，明法命根，有请秀娟读一读了。明法命根，命根有两种，其一是维持相应明法之命的命根，另一者是维持色法之命的命根色。只有命根才是心所，其特性是维持相应明法，作用是令他们化生以生住灭，现起是维持他们存在。均因是因受维持的明法，作意此巴黎文的字意，意义是心的造作，作意是令心转向目标的心所，通过它目标得以呈现你心，其特性是指引相应法朝向目标，作用是把相应法与目标连接起来，现起是面对目标，均因是目标，作意有如船的舵，控制船的方向以朝向目的地，或有如马车夫指挥以顺服的马，相应法朝向他们的目标，朝向他们的地目标，应分别作意以寻两者，前者是把相应法转向目标，
后者则把他们投入目标。作意是一切心不可或缺的四支因素，循这是并非不可缺少的持有心所。特有心所，好，来感谢。特有心所，嗯，同学请画重点呢，好 ，OK， 有请啊。啊，这是送给同学的讲义是没有画重点的，举手一下。你的讲义是空白的，好，来同学请画 ，OK， 好，啊，这个重要哈、哦，因为你一定要至少啊，等下告诉同学如何进行背诵了的了，好，啊，画好可以表态哈，啊，同学你可以把你手放下来哈。好，感谢哈。好，来同学，我们先看民法命根哈。好，同学啊，民法命根呢是维持相应民法哈的就是它我们也叫做民命根呢哈。同学看一下，它是呢所谓的民法命根哈，它是我们其实有两个命根的，一个是民命根，一个是维持司法的民命根，另外一个是维持民法的叫民命根。好，这个命根是可以暂时不理它。那我们留意这个命根，民命根，为什么呢？这个是维持他们存在的，为什么这个会那么重要哦？我的老师跟我提起过，他说啊，一般上一个人的寿命啊，可以通过民命根的观察而知道可以维持多久了，这个是一点哦。那么呢，关于设法的民命根的话，对不对？也是可以从那边观察而了解你的设法方面啊，哦。可以维持多久也会有展示出来的。那同学啊，这个呢要可以观察得到 的话、哦啊、必定要经过毗婆舍那关，也必须要有禅定了。那么呢关于这些啊，你大概生命可以维持多久、哦、其实呢只要是有修到禅定法门 的任何的派系包括外道都可以知道了、啊、所以呢这些应该最佼佼者的、哦、常听到的一个就净土法门经常有预知实质的。那么师父也看过一些 Yoga 的著作、哦、他们呢定修得好的也知道自己几时走的、哦、那么呢他们其实很多、啊、未必是通过观察民法命根，因为他们有一些、哦、可能就是因为禅定的关系他们得到一些预知的能力、或者靠近神通，那么有一些可能是护法神给予他们一些 signal， 那他们很有信心这个是准确的。那么有一些呢可能呢、哦他本身就是大概是佛菩萨给他一些启示之类这样、哦、那其实历史上啊知道自己几时走的还蛮不少个案的，那蛮多其实比较是跟神通跟禅定有关，倒不见得是跟这个有关的啊。但是就社论就给到我们一个这样的 idea， 说哦原来你可以观察明命根的话那么你明命根是为知道你生命可以维持多久，你就有个线索给你自己这样子了。那么呢牵涉到这个往生之后投生之类、哦、目前呢最多的案例依然是藏传佛教了。那藏传佛教呢也不是跑这一套的，他们有一套啊会知道让他们投生到了哪里 expect 到，然后过后呢他们可以写下寄送，然后呢叫他们的弟子、哦、他们的徒弟、哦、去找他，然后呢甚至在他们的湖那边会现出他投生到哪里，所以这个是非常独特，只有藏传才有，南传北传都不多听到的、哦、那么呢就是大体上预知实质的话呢禅定成就应该还是不难办得到。那有几尊肉身菩萨、哦、在知道自己成就肉身菩萨之前都可以预知实质，所以呢他们呢都会叫他们的弟子找好那个坐缸，甚至找好那个坐轿子、哦、有些在轿子里面成就肉身不坏、哦啊、所以这些呢基本上、哦都是可以办得到的，就是有神通就是有那个成就得到禅定的、哦、再加上可能一些感应来自护法龙天或者是佛菩萨都可以办得到了、哦、好，这是相关的。
那接着下来就是作揖哈，好同学作揖呢就比较不会太过复杂哈。好，来道君啊，这样啊，什么事？发心法师，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哦。刚才你提到说，透过观察明命根可以知道寿命还有多长，这个是不是不包括如果有突发性的毁坏业？这个是看不到的，对不对？啊，是的，它是啊，是的，没错。可以这样讲了，如果毁坏突发性啊是观察不到，不过呢，如果你本身啊你自己有修到神通哈，你可以观到那么的清楚的话，毁坏业可不可以观得到，就看你个人的神通的力量多厉害了，看也可以看你观得多少的前世了。那么越多的前世观得到，那毁坏业的到来也是在你掌控之中了啊。但是如果你的神通，只开到前三世。那么前五世以上的毁坏业来，我就不知道了。这个道是牵涉到去神通的部分，就是宿命通的东西了。OK， 好问题哈，这些是蛮东西可以连贯得到的哈。好，接下来同学就是作揖心所了。作揖心所不会太复杂哈，它主要讲作揖呢，就是呢令心转向去目标哈，啊，蛮好理解的。同学看一下哈。好，同学啊，看到吗？这边呢，像这边呢，如果有个作揖心所的话呢，作揖心所啊，它会指示一门转向，包括所有的心所一起迈向去那个目标啊。这个呢，就是它的功能呢 那之前同学有印象啊，像四心所啊，它都会make sure 其他啊都可以产生它功能，所以这些四心所啊都是紧密合作的。好，同学先让同学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同学你的话有重点哦，像刚刚作揖处受想是一静心，对不对？他们都有相位现起逐出的，请你找一个你最有印象的，表示说作揖心所转向目标， OK， 你就背这一个，请把这七个里面就把它背下来，就说OK， 每一个心所里面相位现起逐出你骂一个很好记的，那么你就背它就把它背七个都各有一个相位现起逐出，你必须要把它背诵熟悉，因为以后你要运用的时候，你背熟才用得到来进行思考和观察的。好，好留的，可以 Zoom 举手表态。好，过班我们就继续了。
同学，如果你的大脑啊，真的不大灵光的话，你只要重复读它两三遍，这样就 OK 了的了。四位好了，六位好了。好，八位过半，来，同学看一看，来，好，我们继续。同学啊，在那么多新所里边啊，对不对哈？它有一些啊，可以值得更深入去探讨跟独特的。来，我们看一看，同学哈。好，像在这边里面呢、啊、哈，首先呢，我们先讲就是比如说这一个一进性新所，基本上同学一进性新所哈，它其实啊，在所有的新都有的，可是在禅定的时候啊，它会得到非常高。非常高度的提升，那提升到成为禅知，那么在他成为禅知的时候呢，他的觉境性是非常的、非常的关键的。所以为什么到了第五禅的时候会把所有禅知舍掉，留下只有一境性跟舍性所，这可想而知，一境性所呢可以得到非常强大的、就是可以发挥很强大的力量的。那此外呢，同学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就是坐意心所 Manaskara 哈，好，同学，这个字啊 Manaskara 是坐意哈，但是呢在瑜伽师地论啊或者是有部啊哈，他们有特别给它赋予特定的意义的。比方是说如果是在我们的 Abhidhamma in the coming 啊哈，会读到 Yoniso Manaskara， 那就是我们讲如理坐意啊，就是跟 Manaskara 有关。那这如理坐意呢，主要是因为啊，在心路过程里面的时候啊，尤其是一门转向心，在一门转向心那边，你可以转变你的观念，它就与你说 Manaskara 啊。举个特别案例，比方是说 OK， 一般的人呢、你看到你仇人，你会非常的讨厌的 OK 好，但是啊，就是因为啊，你信了慈心观的关系，所以你可以与你说 Manaskara， 所以你一看到你的仇人的时候呢，那马上啊，本来升起嗔心的，因为你一门转向可以成功进行如理作意，所以呢因为执行观的缘故，让你不再讨厌他啊，所以这也是一种由你说满的斯卡拉的运作来的。那么呢在有部里面呢哈，他有提到就是圣解作意，那么圣解作意是 Atimoksha Manaskara， 这个所谓的圣解作意呢，主要啊是从什么情况出现，那就是他们发现就是当一些禅修的人呢、他们看腐骨头的时候，对不对，他们开眼观眼，然后呢把那个尸体影像在心里的时候，会发现可以全部的人呢、end up 会变成就是腐烂尸体或者变成骨头的。那这种呢就是一个圣解作意，那就是说它是在禅定里面出现的。那么这个圣解作意呢，能够让你啊把所有看到的人都变成骨头而成就不净观。所以呢一般上圣解作意啊，凡是跟禅定有关的都会跟圣解作意有关系。那此外呢还有就所谓的自相作意跟共相作意，它也是用作意，但这个自相作意跟共相作意呢，就是跟观自相跟共相有关系，那这个呢是跟见解，就是跟观禅、比较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可想而知呢，同样是心所、
但是呢，当它用在不同的地方、哦、它的意符合的意义、哦、就不同了的了。所以呢，开始、啊、刚刚 你自己背诵可能很单纯，我就让它朝向去一个目标，对不对？作意、啊、但是当它去到了啊，放在这些不同的地方、哦、哇，它的那个影响力、哦、就非常的深远、啊、当然你都可以给它连贯得到、哦、刚刚我讲的专有名词，让它发挥、哦、它独特的那个见解的。OK， 好，这几个名相师傅让同学抄一抄哈，来，同学可以跟着抄一抄哈。好，第一个呢就是 Uniso， OK， 这如理作意了哈。啊，如理作意。啊、来、啊、同学给抄抄啊，如理作意 ，Uniso Manaskara 哈、啊、就在作意那边抄一抄了哈、啊。啊，我看到你们全部人好了，可以举一下手啊！好，来再看第二个哈，好，第二个呢就是圣解作意啊，这是应该是有部或者瑜伽师地论的哈。好 ，OK 哈，哦，是据是不是记载的？嗯，对了哈 ，OK 好好，圣解作意，同学你写写圣解作意，等一下哈，我找找有巴利文的。这里了。OK， 来，同学写一写，圣解作意是 Akti Moksha Manaskara 来的，然后真实作意呢是，我看一下先哈，真实作意哈，好，同学这里真实作意是这边 Swalaksana Manaskara， 这个是自相跟共相作意了，同学这边哈。自相作意跟共相作意、啊、请抄 这几个了、哦、还有包括真如作意也抄一抄了、啊、有请、哦嗯、同学你写圣解作意的时候也把假想观写一写了、啊、所以假想观是定产生的影像，不是真实的、哦、啊、后面那三个作业呢，自相作业、共相作业呢，我们在未来的课里面会特别交代、啊、同学请放心、啊、嗯，啊，超好就可以 Zoom 举手表态了哈。啊OK， 好，同学主要抄的有关键字就成哈，好来蛮快的手脚。那同学我们看一看了哈，它的来历是来自于哪里哈？啊，刚刚啊这个是佛光大辞典啊，它有说哈，看到吗？瑜伽师地论记载的，而且是有七种作意之一，看到吗？所以同学就是除了释论以外哈，原来这一些在部派啊哈已经开始进行哈大量的发挥哈。同学啊，其实啊这个对于部派的理解哈。你要有稍微一点点理解，因为会对你很大帮助。好，同学，我们读的社论、啊、就是属于彻同迭部来的。OK， 好，好，在开始的时候呢，和合的僧团，过后呢，大概在、啊、西元前300年呢、啊，就分上座部、大众部，然后270年就分上座分别说跟说一切有部，然后接着下来呀、啊，就是西元前200年呢、啊。
就开始分彻同迭部、隐光部、法藏部跟化地部。所以同学，彻同迭部就是目前社论我们所上的。那我们呢，刚刚讲的有部啊，就是前面的这一边。所以同学看到吗？意思就是说这两个之间是相隔几十年的。那么呢，这些部派啊，彻同迭部呢，他们其实在西元前呢，早就已经下到去斯里兰卡，在那边开枝散叶。他就是有第三次结集，马辛达长老跟他的妹妹苏米苏玛，好像是比古尼苏苏米特拉哈，已经下去斯里兰卡了。然后过在西元前的时候啊，有部啊，得到甘尼斯卡王的支持，已经跑去西北印，那就是现在阿富汗巴的那个地方开始开枝散叶。所以呢，同学啊，当他们已经一到了一段期间，大家分开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些家的法相分别就开始有它的独特性，大家有开展出自己 unique 的特征。所以为什么你比对的时候会比对到共同跟不共同？那共同是因为呢，大家都源自同一个祖先的。OK， 但不共同就是因为呢，过后大家已经分家了，一个去西北，一个是在南部斯里兰卡。过后呢，在那边呢，大家独特的经验传承，还有就是大家的诠释，它开始改变了。所以为什么呢？你现在如果是找这部论来看呢，来比对哈，名相都一样，但是啊，它的归类法还有它的用途啊，已经开始越来越不一样了。那同学这些不一样呢，就刚刚我课堂所讲，我们不探讨，我们呢它不一样地方，但是定义不同，运用价值高的，我们就把它拉进来进行运用了。好来同学看一看，在这一边呢还有提到什么呢？看一下，这是来自瑜伽史地论的，看到吗？那么在相对而言呢，还有提到真实作意，同学看到吗？真实作意是密教观法面也有用到真实作意的。好同学，这个瑜伽师地论呢跟俱舍论是有关联的呢。那俱舍论本身是有部啊他们的一个著作来的，它主要是频波大频波沙论的。俱舍论是频波大频波沙论的，瑜伽师地论是比这个更后期，但是瑜伽师地论呢跟有部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他们两个共同点呢、是蛮高的。所以你看这边他讲作意是心有警觉的精神作用，跟刚刚啊社论的定义已经有点不大一样了的了。然后再跑到来这一边呢，就跟这些修定啊有密切的关联的到了的了。那过后呢，这边还有个真实作意呢，看到吗？那么呢，这所谓的真实作意呢，那边有提到就是自相观跟共相观是比较好理解的。那这一边呢是用到什么实体啊这些啊，在理解上会比较难说明，比较抽象。仅依自解作意观想，就圣解作意这样子了。那相对真实作意是以尊相等实物为对象的作意，称为真实作意。同学，密教已经把这个真实作意已经改变了它定义了。同学你看一下，他讲以实物为对象而作意观察的话，这个根本不是维巴萨那来的啊。所以同学啊，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些还是需要一些学者，来帮我们发现的。其实啊，你们知道不知道有像英顺导师可以阅读整个大正藏啊，他发现了原来我们佛教啊对于禅定跟智慧，定义啊到了后期越来越含糊不清。尤其是啊到唯识之后开始，已经把定当作慧了。这个发现呢，如果是啊即使是禅修教禅观的人未必会知道的，因为他只是锁在他自己的传承，然后只可以了解自己本身的定义。但是啊，经教研究的人，他可以看完所有整个部派的发展，然后大家对戒定慧的定义，他看到他的转变。这个转变他其实要有人把它指出来，因为呢，如果把禅定当作是智慧，那是非常冤枉的。所以刚刚啊，密教所讲的真实作意，它不是定来的，它不是慧来的，它是定来的。但刚刚你们抄写的真实作意呢，是慧来的。同学可以理解吗？你先不用担心，因为呢，等到当你社论，读到前面那三章基础有了，大体上你定会一定分得清的。再配合后面的，你不会分不清，一定分得清，而且分得非常清清楚楚。就是因为定义你有去背诵它，而且在理解上你把它搞得懂的关系。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判别的。
你可能认为就是啊，只要是经典的都一定是对的，但实际上却不是。所以呢，你们的基础呢建立在社论、啊、或者阿含、哦、那是一个非常好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它是比较早期的定义，我们以早期的定义来看晚期的定义、哦啊、会比较有个标准的这样子、哦、所以同学为什么要你花一点点时间背诵，原因就在这里了。好，来、接着下来呢、就完了，谈到这个作揖的部分、哦，好，同学，我们就进入六杂心所的部分呢。好，六杂心所就有请。好，请接着呢，看一下，好 ，OK， 请正阳读一读，有请正阳。好，师傅，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好的，来，仲杰，你先问。师傅，我是想问看一下，如果好像，作揖就是要把，我们的心头像目标，对吗？对，是。比如我已经有练到我打一个比喻，就是宿命通啊，我要想回我第一前五世的那个，我就是要把我的这个作业提高起来，就是把它投入前五世那边，这样子是吗？哦 ，OK， 你是举例子是不是了？哦 ，OK， 是这样 ，OK， 好的。那如果是按照行经道论的神通品哦，基本上来讲啊，就是要唤起宿命通的话呢，它的确是需要作揖心所，由作揖心所去引导。但是作揖心所，因为它很明确定义是如此嘛，你做这个联想，那是正确。那除了作揖心所，它还包含起了一连串的心所合起来，才可以达到它的功效了。所以终结你的假设是正确啊。不过当我们读完所有的心所之后，甚至再去读经经道论了哈。因为师父 in the future 我会开佛教的神通拜二的课，所以欢迎你们有时间参与，可能会谈细一点谈这个部分。 OK， 好，所以总结好问题。所以呢，不管是你要去查过去世未来世，都是需要到作揖心所，你本身要去进行作揖的。好，那么除此之外，包括五自在，同学，什么是五自在呢？因为你出禅成就之后，你必须要可以 training 自己的入定自在、出定自在、住定自在、观察自在，还有审查自在。所以同学，这些自在呢都需要作揖心所。好，同学，你在那个作揖心所方面再打多一个五自在了。好，那同学尤其是老鸟可能你需要更深一层的理解和更深一层的连贯了嘛。好，同学，这是五自在了。就打这个字就行了的了，所以作揖心所是非常好用的。好，接下来呢，就是有请正阳，请读一读了哈，杂哈，杂，这组六个心所与遍一切心所一样。在品德上是可以变更的，即其品德决定于之相应的其他心所。它们与遍一切心所的差异是，它们只出现于某些种类的心，不是一切心。一寻，在讨论禅那时已介绍过寻，即五禅子的第一个寻，把心投向目标。其特性是把心投向或导向目标，作用是全面的撞击目标。现起是把心导向目标，虽然注释里没有提及它的静音，但可知目标即是它的静音。一般的寻只是把心投向目标，然而通过培育定寻，则能变成禅姿。其实它名为安止，即把心安止于目标。寻亦称为思维，且分为邪思维与正思维两种，后者是八圣道的第二道分。二思，思也是禅知之一，其特性是重复的审查目标，作用是重复的把相应明法置于目标。现起是把它们勾住目标，静音是目标。三圣解，直译巴黎文阿里摩卡，则是把心放开，让它进入目标，
由此意为圣解或决意，其特象是确定目标，作用是不犹豫，现起是决定或确定或决定，静音是需要抉择之事。基于他对目标不可动摇的决心，他被形容为石柱。好，感谢来同学，请画重点了。啊、同学画好去表态、啊、就往下了的了、啊、好，感谢啊。好的，感谢来同学看一下哈、哦。接下来这几个心所呢，就是巡视，接下来是杂心所。那么呢，我们杂心所、啊、其实、啊、它也是通三和通不三的、哦、两边都可以通的。第一个呢是巡心所，同学啊，如果是用经论的譬喻很好理解，就举个例子哦，同学这是一朵花，当你把心安置在目标的时候，这就是巡心所来的。那就像是这个花，那个蜜蜂跑过来。啊、他一跑过来就是巡心所来的，或者他在那里继续嗡嗡作响，这个就是视心所来的、啊啊、同学一般上、啊、这个在禅观呢是很好理解的，当你去安波念，你把注意力一放在你这个位置，这个就是属于巡心所来的。然后过呢、他入习出习你很清楚，入习出习你很清楚，那么长期维持下去，那就是视心所来的。所以同学基本上来讲啊，你参修学得好的话，你的四心所一定要维持得到啊。但是一般上我们很少这样子讲的，通常啊去小参报告说，哦，我已经试念了，哦，我很多杂念参进来啊。多数人报告是讲，哦，我的正念呢没办法维持，很少人说，哦，我的四心所维持不久哈、哦。所以同学，你学了社论师，你只可以跟社论的人这样沟通，他们才了解的。啊、非常专业的、哦啊、所以呢、如果你要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知道我们讲什么，你要拉多多人来学社论，它有点像法律这样、啊哦啊、你不是学法律的人跟他讲什么 affidavit 啦、之类这样的名词、哦他们都是不大晓得 prosecutor 那些他们不知道的、啊、所以呢他是有他专业的一个情况，但是他有时候、啊、对于综合起来、啊、对于很多现象的描写是更加精准跟贴切的。所以呢，寻根师就是这样哈、哦，比达嘎比乔拉啊，过呢就是圣解哈、哦、啊，同学圣解刚刚啊，如果你读到有印象的话，就是坚定啊，你愿意坚持，这个会让心强而有力啊。所以同学一般上啊，当你愿意坚持的时候哈、哦，不代表不善的。刚刚有问过这个问题，因为呢，坚持的东西没有错的。同学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你不是释迦牟尼佛不坚持的话，怎么可以说我下定决心49天不起坐的话，不开悟不起坐呢？这没有圣解怎么办得到呢？啊，所以同学基本上坚持不是问题，善也是通善恶的啊。但是往往我们很多时候啊，在坚持之后哈、啊，容易会招感到嗔心啊、慢心，这个是事实的。因为一般上啊，往往啊，比较可以坚持的人哈、啊，都是比较 dominance、啊、领袖型的人。那么这类型的人呢，他具备坚持的优点，那同时他也包含了就是对于自己才华的慢心，还有呢就是那他的果断呢、啊、有也包含着嗔心在。所以为什么一般上你会感觉哇，
吵架的话都是跟好像跟坚持有关，所以往往我们都说你别那么坚持，通常会说你别那么固执，通常我们是这样来表达的，但是其实啊，直善应该固执的，所以呢，你学了四论之后会更精准的了解到，哦，原来哦，坚持本身是通善跟不善，它还必须要看啊，跟四心所啊，还有跟其他所有哦，未来我们要学的心所综合起来，才可以看到它实际的功效，而且蛮多其实啊，都是善恶掺杂的啊，所以呢，刚刚有一个同学说啊，开会的时候啊，都会有慢心啊，跟坚持有关，其实都是善恶掺杂的情况来的啊。好，同学，这些你都需要背诵，原因是因为啊，过后啊，进到去相应一个寺里的时候哦、啊，那个心啊，有力量没力量，就是由这些 component 哦组合起来的。所以同学你是逃不掉，一定要做基本的背诵的。好，来同学我们再继续看了。好，圣解完毕，你看，所以同学一般上这几个里面你要背一个。好，接下来继续有请好 OK， 好请就是静云读一读了，精进啊。好，精进是精进，其特性是支持奋斗或聚起力量，作用是支持或稳固相应明法，现起是 不放弃，静音是 数据或逼迫感，或精进是即任何能够汲取精进之事，有如在一间老旧的屋子加上几支新柱子以防止它倒塌，或有如作为后援的生力军令国王的军队击败敌方，精进亦能支持所有的相应法，不令他们退减。五喜在解释禅那时已有提过，其特性是令欢喜，作用是令身以心清新，或遍布身心身色至全身，现起是身心许愿，定因是名色一案或目标，或目标加一处加处。六欲在此欲是指欲行动，既要实行某件事或要获取某些成就，应分别此欲已属于不善的贪或贪欲，后两者肯定是不善，但前者则不定。当他以善心所配合时，既能作为追求良善目的的善欲，其特性是易行动，作用是寻找目标，现起是需要目标，静音是所需求的目标，它可比喻为把心之手伸向目标。好，同学请放重点。好，再往下。好，凯森，你就让你的宝宝一起听佛法了，哦，搞不好他会更快啊，比你修行更快哈、哦。我看到你抱宝宝，来，同学，我们看一看精进哈、哦。来，同学，精进这边呢有几个关键字很好看的，你看啊，同学哈、哦，一般上我们为什么会精进哈、哦？精进很好辨别的，我们看到一个人呢做事情啊都是啊哈、哦、不放弃的。然后勇往直前的，就讲哦，他很精进这样哦。
那么呢，如何知道它是真精进还是假精进呢？多数没有真假精进，多数人精进都是背后要有恐惧感跟逼迫感，所以就这个缘故呢，多数人呢考试不到，没有考试的话是不读书的哦。平时啊，我不懂以前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哦，平时读书啊，好像都是在学校发呆这样哦。读什么好像都不太有印象的，但考试前两个礼拜啊就足够了的了，哇，一下就 K， 什么都好像很清楚了的哦。等到考完试之后啊，统统把它丢掉哈。所以呢，我们呢、啊、一样的出来做事啊，接什么 project 什么都好哦。平时啊，我们很少会让自己处于那种勇猛的状态，因为我们的adrenaline 呢不可能无时无刻、啊、都是提到那么高的，所以呢都是要有恐惧跟逼迫感哦，才会让人啊产生那个精进这样子了。那么关于这个精进的部分呢、啊，他有提到恐惧师跟逼迫感哈。好，同学，一般上、啊、让一个修行人呢、啊、哈会产生恐惧的呢，有几个东西。第一，生老病死苦，让你产生恐惧跟逼迫感。那么此外呢，可能早逝的痛苦也让你会精进。OK 哈，然后此外呢，可能刚刚讲的生老病死苦会哈，那么早逝的痛苦也会带给你精进。所以一般上啊，会让人呢，他 keep on 啊哈，持续做早晚课啊，会持续用功听闻佛法哈，往往都会跟这些背后的推动是有关系的。那当然呢，那如果是这些动力没的话，你需要共修的力量，所以一般上时间到了，你的人就跑来，就有恐惧跟逼迫感让你精进了。那师父呢，一般上你们呢，考了四分数寄过来，我会 post 道俊寄过来了，这个也是给你们一个恐惧跟逼迫感。其实这个压力啊，你感觉有压力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我是给你不到的，因为如果你对他没反应，我也没有办法的。但是你看到，哎呦惨哦，那么多个人交分数上来哦，你不懂他是几分的，你不懂他是开书关书，但是你看了，你会觉得，哎呦不行啊，我也要做。那这个对你来说就是有恐惧跟逼迫感呢。好啊，是，所以一般上啊，我们这些都是很好用的。好啊，所以呢，恐惧跟逼迫感哦，同学你是要需要啊，通过自己去把它创造出来，让你产生呢。那么其实啊，这些除了恐惧逼迫感啊，是精进的静因以外，也还有一个静因，就是跟性有关。因为在五根里面啊，提的是性静念定慧。当一个人呢、啊，他懒懒散散的，不愿意做工，一定是信念出了问题。他是不是对自己的信心没有？会不会对公司的信心没有？会不会对自己的职业信心没有？他就懒懒散散的了。那么跟禅修是一样的，你禅修啊，哎，这么修下来你不修了。一定是对自己的信心，对方法的信心，对法门的信心，是不是说、啊、有人听了别人的坏话、听了 这些坏话、结果信心受到打击、一定是有缘故的。所以当他精进没有的话，要检讨去前面的性那边，一定是性的构成有问题。那么呢，性其实本身过后、会影响到欲，欲才影响到精进的。那这个欲呢，待会过后、我们会再进一步提到的。好，这个呢就是跟精进有关。所以呢刚刚提到啊，精进啊和抢劫犯也是需要精进的、才可以把事情才可以把打抢做好。同学我们看一下这个帕奥禅师手册，有特别提到恐惧之，就是生老病死了，还有堕恶趣、同学看到吗、过去生死轮回也可以成为让你精进，未来生死轮回也可以成为让你精进，还有早逝的痛苦也可以让你精进的。好，第一个，谁想到生的时候很痛苦，你想到你会很精进的，请举手一下。生畜生的痛苦 ，OK， 因为举手，哈哈，你举手你就上当了，你哪里知道你生如何痛苦嘞啊？你都忘记了吧？OK， 其实这个你上当了了哈。OK， 第二老。谁想到老的苦你会马上精进的，举手一下。开始有人举手，正常。因为呢你们会举手的人，因为我们大家这边都是中年人，要对老的想象或者身边的人一点都不难的，所以同学这个你会有反应，请你好好的保留了。好，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进来我二弟有一个量体重的机器，
那么那一个你量了啊，他告诉你的年龄是多少哦，哇，那个很有刺激的，因为如果你48岁啊，量来是70岁的身体哦，啊，你就好好的运动了啊，这个很有 powerful 的哈，所以这个老也是 ，Mandy， 你是不是就跟这个老有关呢、啊？是吗哈？哈、啊，那举头哦，因为他一跳上去，哇，他30几岁，可是那机器显示是60岁的年龄，是70岁年龄啊。我的60，啊，你60，啊，开的是70岁呀、啊，哇，所以啊，为什么他那么用功减肥就是这样了哈？所以同学，你看呢、啊，这个刺激哇，你会让一个人每天呢、啊，七早八早出来跑1个小时啊，哈，所以啊，这个 powerful 真的很够哈啊。不过这个不是用在修道，是用在减肥了哈，也是很 powerful 哈。好，生老病啊，所以病很有 powerful 的。静静的来，一位、两位、三位同学会举手的人呢？可能你有病过。文江，为什么你举手？你看来还蛮年轻的嘞，好像 engine 好像没那么快坏嘞啊？什么原因啊？我的胃有问题。哦，这样啊，蛮糟糕是吗？啊，是啊 ，OK 好，那所以呢，一般上有病苦的人哈、哦，他就会对他有 power 哈。那么对死呢？对死会产生静静的举手一下啊 ？OK 啊，几个同学举手哈。好，来啊，永兴，为什么你对死会有感觉呢？刚刚出院的关系吗？也算是咯，就在医院的时候很有感触一下。这样你不是要很感谢你的病菌咯，这样子咯。所以同学看到吗？这些呢都是要在你的生活里面体验。好，所以早逝的痛苦，就说你觉得哇，早逝真的好难啊，让你觉得哎呀，可以的话来世不要再做人，不需要早逝。所以体验深刻，举手一下。完食艰难有吗 ？OK， 来静云，为什么完食艰难？做记者那么难做的没？好像不是吧？好，来可以讲讲。工作是愉快的，人事很多问题。OK， 所以觉得早吃困难，赚到了钱也难。所以同学呢，你这个可以联想得到，可以让你产生精进的。好，所以想到就是说啊，哈。过去式的轮回，哇，你想到这个轮回你就很痛苦的。来举手一下，一位啊，蛮多举手。来燕浩，为什么想到过去式轮回带给你痛苦，即使是你没有神通你也看不到呢？因为这一次痛苦吗，师父？这次痛苦了、哦、是这样上一次带来的、哦、他就推论到过去式很痛苦、哦、哎呀，这个、啊、等你开发了天宿命通才来讲吧。 OK， 不过是很好的啊，你有的话这个就是让你精进的了、哦、好，来谁思考未来是 会要继续轮回觉得痛苦的，请举手一下。未来是 OK， 好来细珍讲一讲看，你都还没有啊，还没有投胎啊，怎么想到未来是了的就痛苦了啊？所以要精进啊，因为怕等下未来世我 不再是人，我希望我下一世是人或者是天人，所以我担心，所以我要来学佛。哎，答得很好，哎，大家相信着合掌。哎呀，沙杜，因为你的回答完全符合经论了，就是精进的人的思维模式啊，是这样的啊。如果不精进的人是讲讲嘞，哎呀，就是就是吃饱了哦，哎呀。吃饱了、哦、哎，等消化了才能修行吧。还没吃饱就是，哎呀，都没有吃饱，没有力，怎么样子精进嘞？对不对？好、哦、，OK 啊，在吃的时候，哎，吃饱才来精进哈、哦。啊，那么呢，轮回的想到过去是轮回呢，可能轮回是不错的，不用那么精进。未来是轮回呢，应该继续作为人的，不用那么精进。这些就是他不精进的人思维模式来的吧。好，来，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OK， 这个已经谈过了了。所以同学啊，刚刚这样问过之后啊，你要自我进行就是审视哈。那么呢，这个阿毗达玛哦，才跟生命啊可以进行得到结合了啊。好，这个是精进的所讲的。同学看一下，精进这边呢还有个独特是可以稳固相应明法了。所以同学啊，什么叫稳固相应明法？你看一看，这些就是相应明法来的了，看到吗？啊，它会让其他进行稳固的、哦、所以呢，每一个心所、啊、都是扮演重要的角色，而让到这个心啊、哦、可以产生了独一无二、啊、强而有力的力量的、哦、好，这个就是精进了、哦、好，同学接下来呢就是喜了，喜是必地、啊、依然的同学，喜心所本身呢
把它提到把它就是提升之后啊，哦，可以称为禅智来的啊。那么这喜心所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同学如果有印象的话哦，就是因为喜心所它的产生啊，而造成了喜的多样化哦啊，所以禅定里面的喜呢，可以感觉像海浪打来，或者是你会浮起来，或者像闪电的喜，这些全部是喜心所产生的功效来的。那么当然它需要综合生理啊，甚至有同学如果是 biology 很好哦，都可以跟其他的一些什么多巴胺啊 serotonin 啊进行结合来讲哦，能够让可以让这些佛法更有说服能力的。那喜心所呢，同学基本上哦，它是因为放在杂心所，是通善跟通不善的。那其实啊，同学这个喜心所啊，它虽然通不善都好，但是啊，都是会令人沉迷的啊。关于这个善跟不善呢，其实我们呢可以有一些很好的案例可以看得到的哈。同学你们有没有啊？就是啊，看过这样子的人呢？给你们看一下啊。啊，同学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超级肥胖的人呢？啊，没有歧视贬斥的意义了哈。啊，有更厉害的，好像全世界最超重的可以到300多公斤哈。OK， 来总结一位是医生哈，通常这样的人他喜欢吃什么才会造成这样的现象的哈？总结哈。就是吃那些可能carbohydrate 很多的东西啊，有可能吃青菜水果吃到这样子的嘛？很少哦。对，很少哦。好同学啊，如果是你有减肥啊，谁开始减肥啊，或者是 keep fit 的举手一下，开始有去 fitness center keep fit 啊，有两个，蛮多的，好，很好看。同学啊，其实这个 carbo 应该要分一个，就是应该是属于精致化的碳水。比较容易产生，因为精致化碳水化物啊，就是进到身体之后，glucose 马上会飙高的。那么 glucose 飙高，因素会出来把它压制，过后就会转成脂肪。然后精致淀粉容易让你产生，容易挨饿的，容易感觉有饿的感觉的。然后所以呢，它是个恶性循环来的。所以同学其实啊，这一个啊，但是如果同学换着你去吃一些就是好的碳水化物。好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甚至是优良的那些油脂之类哈，自然饮食哈，它会让你有饱足感。Okay， 为什么要这样子来谈呢？在食物上来讲啊，像刚刚我们所讲的优良的这些食物哈，都是属于烈性食物来的。那么呢，在古代啊，因为是没有这种精致淀粉，那么现在我们都把它放在惰性食物那边。为什么这样子来谈呢？就是这两个都产生喜悦。但是这个月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再拉个案例，比方是说你去赌场赌博，同学通常赌博的地方哦，很难可以产生得到喜心所，很难的。为什么呢？一般上赌博的人呢，赢钱都是贪的，输钱不甘心就是嗔的，他都是在恶性循环的。就像你吃了这种精致淀粉的东西哦，它在恶性循环，那你本身是很难逃脱出来的。所以为什么肥胖的人呢，他就陷了下去？而去赌博的人也是陷下去，到最后成为戒赌徒，那么肥胖的人就成为超级肥胖了，哦，所以他都是一样的，那背后其实都离不开喜心所在的。那么呢，所以呢，就这个缘故啊，如果是说你去赌博啊，赢钱那个喜事跟你啊，就是共生产生的喜悦，禅定产生的喜悦截然不同。同样是喜心所，但是啊，我们呢讲通过做布施啊，通过禅定啊。这些喜悦哦，它会带来饱足感，有点像优质的食物这样，它会让你的精神觉得很饱满，然后它不会产生啊那些贪欲跟嗔恚，像赌博这样哦。同学，如果你有赌过博经验的话哦，它会产生麻木感，你赌到最后啊，其实你很想再寻找刺激，那么可能你要就加高那个注码哦，可以让你更加刺激，但是过后啊，它还会平淡下来，过后你会有再加高注码。但有时候其实啊，你已经赌到机械化，可是你放不开的哦。它就是因为啊，那些贪欲啊，在作怪的关系。
还有就是你好胜心，还有你想啊，在等待下一轮的 adrenaline rush 再到来，所以呢，它会产生这种恶性循环的。但是同学啊，这个喜悦如果产在布施产生啊、共生啊，或者是禅定，它不会产生这种上瘾，不会产生那种啊哈、心力交瘁啊、完了啊，然后啊精神萎萎靡的现象不会的。就像是优良的食物这样、它过后它会产生优良的精神状态，而不会像吃了就是精致食物过后啊都昏沉啊、贪欲盖啊，它不会这些这样的。所以呢，两个是蛮雷同的哦。所以同学你可以深去体会一下、所以一样的，这两个戒的话、都很痛苦的、所以试试看，你不吃了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啊，哇，那个痛苦啊、就好像、你会觉得痛苦的。那么一样的，一个人惯了贪欲啊，你要把它抽出来，哇，也是很难的，因为上瘾的关系。所以同学，这些呢都离不开喜心所的，食物的喜心所、就是在愉悦性食物里面带来的，还有就是、多性食物带来的，都跟喜有关、一般上是可以连贯得到。所以喜呢是可以通善恶，而且呢它可以引发它的、可以是食物，也可以是外在的这些这样子的活动，而把它召感出来的，这就是这样的缘故，这是跟喜有关系的。好，来同学，我们这些先来再我想问一些可以吗？好，可以，有请来终结你是、打一个比例，刚才师父有谈到那个精致的货和碳，我们、我就讲蛋糕、那如果我们喜欢吃蛋糕呢，所以常常就会陷入蛋糕的那个圈子里面，常常吃蛋糕是吗？比较容易了它就是说这种精致的它容易让你有上瘾的感觉的，因为精致的碳水是包括白糖啊、面白面粉啊、之类这样子的东西，它会容易有出现这样的情况的。你会因为它、白糖啊、白淀粉、白淀粉东西哦，它会让你啊产生 serotonin 和 dopamine 的这些，如果是去读这种文章。都会提到了，会的，俊杰，会的。那如果他就提，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这个喜心所里面，强化我们的喜心所，但是在不善的那一个方面，我们要怎么样来对治他呢？哦，从教育开始了就像现在你已经觉得他不对了，对不对？应该找个 replacement 先呢，先找一个就是。带来的喜悦的食物跟它一样的，你要找到先。过后呢，现在看它的过患，那过患你已经找到了，所以重点你要的就是找个 replacement 那么我推荐你去找 BMS 的面包它的 BMS 的面包都不是精致淀粉来的有点难吃但是又不差了。现在又有什么纳西勒玛口味、阿萨姆拉萨口味，你拿它来取代看看，看能不能够一定要找代替品给我，不然的话你逃脱不开的。他那个陷阱很厉害的那些胆碳啊，那些食物那比萨那些配合汽水哇，那种快感哇，是很给。笑到这样，这个家伙一定很喜欢吃的，笑到这样对呀、还有巧克力白糖做的东西哇，他的诱惑多厉害，你知道吗所以呢，你要跳脱的话，就现在你已经知道的互换了，然后接着下来找代替品，可以成功的。不过你要先戒瘾先，你会痛。因为我才刚刚完毕一个 course， 就自己戒哇，真的是发烧这样子又烧不完那种这样不过还好已经过去了现在吃自然饮食带来的饱足感真的没得顶，越新食物带来的精神多跟禅修比较相应。OK， 认同的人举手理念上跟实践。因为两位哇，很多人举手，太好了好的，希望我们改天再开一堂营养课了我也有票房了好，来同学。我其实想问，就是如果在我，因为我们在读这社论嘛，你要怎么样从社论的角度去切入？我们要加强什么心所啊？刚才好像师父有提到这个，我们如果知道这个健康，我们继续吃这个。精致碳水化合物我们会影响健康，影响健康当然是在这个精进的心所，刚才有这个什么精进四其中之一的精进四就是病苦对对
在那边就会加强这个精进心说，同样精进心说也是有善和不善嘛，那我们要怎么样加强在那个善的方面呢？哦，你刚刚已经给答案了啊，就看他的过患，那么那个精进心说就肯定是善了的了。嗯啊，如果你是过后还吃更多的话，那就不对了啦，那就变得不善了啦。嗯啊，所以你要参啊，就是身边的人重要啊，身边的人是有健康的观念的啊，他带来的精进心所跟着也是善的。好，来道君要讲什么？嗯，来，那尽管是我在想哦，刚才终结这个问题哦，我在想说作意心所这边，刚才我没有看到这个如理作意嘛，那这个如理作意应该也是这个社论里面给的方案之一吧。我们如理作意，这个优质的食物跟这种不好的食物所带来的这些过患吧。可以吧？基本上是主要是个教育啦，一个观念的转变这样子啦。OK 好，那终结，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心所还没有读完哈，可以等到读完的时候一起把它拉进来了。现在我们只有这几个罢了，还不可以发挥，还发挥不到那么的多。OK， 总结，好的，好，好 ，OK， 同学，那就时间也到了了，好。